四位年青的导演演绎香港目前的情况是怎样，这个情况从玄学的角度去看香港人今天的陷阱，这个戏不可思议。当年的七者大家依然是印象难忘，但是能够找到最厉害的文米女王三者上镜，这个是一个不可思议的缘分。加上我们去美国能够请到当地的通灵师 Danny 上镜，这个也是一个很不简单的机遇。去到日本能够请到手屈一指的文米婆板子给我们拍摄，这些也是不简单。在台湾我们能够拍摄得到一位是济公上身的一位人妻，也是将整个台湾的基隆文化在这个纪录片里面表达。混混拖拖，混拖有你有我。大家好，我是金公。是不是好久没听我说阿飘的故事呢？我看完这段片之后呢，我发觉呢，我究竟是不是台湾人呢？因为呢，原来很多东西是我自己都不知道的。跟着呢，我看完之后呢，原来哇，原来是这样啊。所以其实我觉得看完之后呢，令我自己呢长知识啊，即系好多嘢原来要系咁样先知道，唔系自己谂嘅咁简单咯。对我嚟讲咧，能够有幸去参与呢一套电影嘅配音咧，系开心嘅。尤其是三者呢一段啦，即系属于文米通灵啦。咁我细个隔篱屋就系住一个文米通灵师咁样啦，所以咧喺呢方面嘅认知都比较深少少。不过咧喺我讲鬼故同埋分享灵异嘅经历里边都25年啦。25年当中啊，总有好多咧中国传统嘅文化，大家系要认识嘅。寻寻觅觅，皆因密密擦擦，摩擦太多。咁今次咧喺呢一段里边，尤其是文米嘅三者咧，我觉得系至少俾我哋每一个人知道一个传统嘅中国嘅信仰文化系乜嘢嚟嘅咯。四位年青嘅导演，佢哋都发挥咗年青人嗰种干劲同埋嗰种触觉。在戏里面，我相信年轻人看这套戏是由头兴奋开心到尾之外，而且在戏里面有互动，这个互动就在戏里面去投入一个叫做火攻的法事里面，是一个非常好玩的电影。我只可以用好玩来描写这个通灵师，是在现在沉闷的香港里面我们需要一些创意，这个创意在通灵师里面这套电影里面是令到你无论乜嘢年纪嘅人入到戏院里边，都会感受得到喺我哋身边里边的确发生咗好多呢啲匪夷所思嘅事情，但系一日为你破解之外咧，而且提供一个好嘅智慧俾你驾驭。咁驾驭呢啲系乜嘢咧？就系我哋嘅人生、我哋嘅生活同埋我哋日常生活所面对嘅所有事情，呢都系香港人而家目前最需要嘅智慧。